每天都准时开的啊！感谢刘飞，谢谢刘飞姐，谢谢刘飞姐。好了，蜜蜂。啊？嗯。你说啥？有个好大的蜜蜂啊！来了。有蜜蜂吗？没有吧。嗯。为什么没看到呢？我两点钟开了的哟。他们很多人都在直播间呢。吃了晚饭。来，没点赞点点赞，家人们，没点赞点点赞啊！卡不卡？应该不卡吧。晚上好。对，咱们聊聊天啊，晚上聊聊天。他小姨相亲到现在没回来，我不知道是成了还是，你觉得是成了还是没成？我觉得应该成了。啊？如果没成的话，他这么晚都没回来，在外面干嘛呀？今天而且过节。那不知道，万一他给别人情人，不是中秋节过成情人节了呢？对吧？欢迎美丽人生，欢迎大家，咱没点赞点点赞，家人们啊！好久没晚上给大家开直播了，好久没有晚上开直播了，啊！摩西对吧，可能对吧，他过中秋节过成情人节了，他小姨今天出去对吧。欢迎谢董，感谢我安倍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哎，这晚上开一场直播不容易啊，我最喜欢看你们直播了，谢谢。对，没点赞点点赞啊，我去接杯水啊。去接杯水啊。Hello，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晚上好。嗯，中秋节快乐啊，中秋节快乐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吃月饼？今天有没有吃月饼？今天的月亮特别特别的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咱们一起赏月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赏月，吃了是吧？赏月他们看都看不到月亮。嗯，欢迎董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人气票啊。打电话了，但是别人看没看上他啊，那我就不知道他小姨又干啥去了啊。嗯，太甜了吗？还是吃一点吧。我看到月亮了，这边看不到，要转一边才看得到啊。转一边你们都能看到月亮了。月亮被遮住了。对，今晚上月亮太圆了。我们也吃了，我们今晚上吃了月饼的，吃了的。我刚吃完月饼呢。嗯。都给我梗到去了。梗到起来。嗯。这边下雨看不到月亮啊，十五的月亮特别的圆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今天的月亮是又大又亮又圆。我下来等一下，云草行的，好的好的，谢董，好的好的。我睡在床上了。你吃月饼是啥口味的？吃的流沙，我给你看一下是啥。那个蛋黄的，吃的蛋黄的月饼，蛋黄的月饼。哎呀，水都挤到我脸上来了。嗯，小姨不在吗？小姨不在，小姨她没回来呢。嗯，好的，谢董。哎，你林哥子，你还连我干啥？你们晚饭吃月饼的没有？我不知道。新月跟浩哥拍一拍背。月饼不是当饭吃啊，这是吃完饭。现在都九点钟了，啊，对，真的，小姨好坏啊。新娘好。新娘，这么快就过年了吗？不是，到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嘛，还有三四个月呢，还早四五个月吧。小姨条件太高了。小姨她条件虽然高，但是她的年龄要求也不高啊，对吧？她这种要求一般很少有人能达到的，一般，因为那不然的话，如果小姨要求不高的话，她也不可能就是这个年纪还没有嫁人，知道吧？对呀。因为小姨也相过很多次亲。每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村里都会有那个相亲的那个嘛，他都去过，都没有成功。哎，没人看上他吗？啊，都他要求太高了，不是有人看上他，但是他看不上别人。我自己做园子包面包饺子可以。小姨多大？小姨三十来岁，为啥没成功？别人，哎，你有要求，别人也要求啊，对吧？别人要看人长相啊，那你长得太撇了，那别人肯定看不上啊，对吧？那好久没有晚上跟大家开过直播了，这边会不会太黑了？嗯，还好，这边太黑了，这边就更黑了。这边黑，就这边不黑，那边太黑了。我们那边对冷了，冷了，这四川也挺冷的。嗯，我们在山上嘛，山上的温度就更低一点。他要嫁给董三就开心。我要都是找到小姨这种才倒霉。不，你们别当着他面说，别当着他面说。万一小姨就在直播间看了，我们不要说小姨坏话吧？觉得，
你那后面有亮是什么亮？后面哪里啊？哦，那应该是对面山上的。那对面山上的，对面山上的灯啊。对面山上的灯啊。对，对面山上的灯。能发福利吗？你要啥福利啊？你要啥福利，老爷？你想要什么福利？我不知道你们要啥福利。不是月亮。感谢那个的灯牌啊，谢谢智慧啊。月亮很大，没有这个小小的，那是一个灯啊，那是一个灯来的。哦，要董事长才能养起小姨，非董事长。但是你说小姨她有要求，那别人那还不是就是那个呀，对吧？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，如果说，不要哽住了，浩哥，你怎么喝水都能把你呛到呀？没有人打嗝啊。那个，你们只有给小姨找到男朋友。懂吧，他才不会每天骚扰着我们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所以说必须帮小姨介绍个男朋友。如果小姨嫁人了的话，他应该就不会攻心。对，攻心阶段的话免谈了，小姨肯定也不一定。这个东西咋说呢，我觉得也有可能他对眼了的话，对吧，就那啥了啊，万一小姨就喜欢上那种了，对吧，也有可能，这个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吧。二哥你要不要吃啊？你吃吗？我不吃鸡，我不吃鸡脚脚。表姐回去了，表姐回去了啊！她把东西都拿回去了。对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她说她喜欢那个的，那不代表真就喜欢那种。万一遇到一个，你说人嘛，总会对一个人就是不一样，跟前面交往的男的都不一样，总会遇到一个这种。我觉得可能是吧，就是她的一些要求是要求，但是。就是可能他碰到那个真正他对的人，他就那些要求也不叫要求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可能没有他真正喜欢的人，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吧。对，就包括是吧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骚扰你有办法解决你。咋说呢？毕竟是一家人，你说想弄个啥嘛，也不好那个啥。感谢智慧啊，谢谢智慧啊。嗯。我看到你说是重庆的，我也是重庆的，谢谢，欢迎大家。其实咱重庆老乡挺多啊，直播间重庆老乡挺多的。他的月份还没有到，月份到了就长得不好，十月份他都喜欢。四川啊，这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四川啊，现在位置在四川。嗯，在那个山上。对，我们现在山上啊，本来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月亮的，其实这山上的月亮看着更远。那里对，我给大家照一下月亮啊。这月亮在这边，看得到吗？特别的。这个镜头里面看着太黑了，这个地方。对。用肉眼看到就特别亮啊，肉眼看就特别亮。很亮，又大又。这里看的话就有点，镜头看到就有点黑呀、啊，镜头看就有点黑。小姨长得还行吧？长得还可以啊。你们什么时候订婚？中秋快乐。我们不知道啊，问他妈啊。你啊，没啥。你想什么时候啊？不是现在，关键我太早了吧？我感觉就是、啊、太早了吧。他觉得太早了，咱能不能一人走颗小星星？咱们把榜赞一赞，家人们啊，一人走颗小星星，咱们把那个榜赞一赞啊。对，小姨的性格太强了，确实。谢谢大家，对，咱们赞赞榜，赞赞榜啊！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吧，我有蜜蜂，我听到。是有蜜蜂呀、啊！啊，这下来了、哎，下来了。没事，没事。马蜂，不用管它。这是马蜂，不是蜜蜂。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那个马蜂的那个窝，所以说还有这个。奶奶好一些了，好一些了。啊，好一些了，好些了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对。不烧烤吗？烧烤没有架子啊，没有烧烤架。啊，弄石板烤肉，吃过没有？没有。就用石板把石板烧热了，在上面烤。用石板怎么烤？今晚爬山的吗？今晚上爬了山，走了一节山路啊，算不算爬山？走山路算不算爬山？啊，他们说中秋节是不是要登高吗？是中秋节不是吧？不是，过年吧，过年。你们那里也有这个习俗啊？人往高处走，只能往上走，不能往下走。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习俗呢。都有都有。看看天上月亮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能看到吗？亮还是挺亮的，月亮还是挺亮的。能不能对月亮？但是看不清楚，镜头上看不清楚月亮。
啊，镜头上看没有？和小玉结婚，两个人性格都一样，容易离婚。为啥？因为性格太要强了，就容易吵架呀，两个人。我觉得两个人就是，咋说呢？没有说性格强不强的这个东西。要有人愿意去改变，然后对去迁就，因为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。每个人是吧，每个人都不一定就是合适的。对，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，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，真的愿意对为对方而改变。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对，新月说的对，强势女人吵架。我们哈尔滨今晚上下雨，两个人抱抱，今晚约老爷，他不给呀。去城市逛了一圈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啊，刚到啊，刚才回来，现在。啊，浩哥，你好搞笑啊！咋了？啊，啥搞笑？挺可爱的，我觉得你就是、你的表情挺可爱的。谢谢君子兰，啊！对呀、新月必须会说呀，他再不说我呀，都凉了。我，他再闷气一坨都凉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浩哥，你要把我笑死。咋了？没事啊。中秋快乐，就是、挺可爱的，你很，有时候很呆萌的那种感觉。哪呆？我可不呆啊，呆萌咋？哎呀，算没事啊，咋谢谢你给我整懵了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啊！咱们一起扣一波中秋快乐好不好？就是祝大家也中秋快乐，很开心，真的今天能够跟浩哥一起过中秋，然后跟你们一起过这个中秋、其实我开心跟你一起过中秋，我不跟你一起过中秋我都是一个人过。没有看出来你开心的、我要没有笑，我还没笑吗？我嘴巴都快笑烂了呀。你嘴巴都是憋着的啊，要我怎么才能表现我开心呢？我跳个舞吧。你要把你八颗牙齿露出来。我把我24颗牙齿都可以露出来。你把你镶了金牙的那个牙齿露出来。金牙暂时没镶啊，等我赶紧把金牙镶了来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啊！啊，中秋快乐，谢谢大家啊！唱个歌，歌就不唱了。那他奶奶睡觉了，你今晚住新月家吗？可以吗？我跟你睡一个屋。你睡那个两板床上吧。我。然后你晚上一边睡觉一边还可以赏月亮，多好呀！浩哥，我在重庆来了，欢迎啊，欢迎到重庆旅游啊，欢迎大家去重庆旅游，欢迎大家啊！对，中秋佳节快乐，阿贝这边就要去。浩哥唱一首歌，看唱啥歌啊？唱同一首歌吗？唱啥歌嘛？能有啥歌唱吗？不知道呀，你也唱个中秋节的歌吧。啊。月亮，关于月亮的歌吧，你唱一个。我不晓得呀。唱一个凤凰传奇的吧，你喜欢。我不喜欢凤凰传奇的，我只喜欢听凤凰传奇的。那你喜欢唱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喜欢唱什么。跟心愿两个对唱。知心爱人。他们又动不动就来唱知心爱人了、15的月亮圆又圆。15的月亮。15月亮怎么唱？我不会呀。15的月亮圆又圆。15的月亮。咋唱啊？不会。欢迎金萌二总啊。知心爱人吗？知心爱人怎么唱的？把我的情。为什么你唱在心里那个表情特别的可爱。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浩哥，你是我的男神。月亮代表我的心呢、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可以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不会、来，手机拿来，我们给他唱一首。好吧，那整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啊，对着月亮给大家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身》啊，对吧？知心爱人嘛，知心爱人太老了啊，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。唱一个我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嘛啊，那不管它代表谁的心，你看嘛 BBEY， 你就一个人想听知心爱人，但是别人都说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不别刷屏啊，别刷屏啊，那你问他们知心爱人是听一，然后那个啥的扣二啊，我给你们。唱一个那个叫啥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谁唱的呀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啊，月亮代表心谁唱的呀？邓丽君二是啥？唱的。邓丽君唱的吗？对，邓丽君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
鸽子的心情啊。声音太大一点。哎，不是唱的，心情唱的。啊？情啥？奇呀，奇情啊。谁唱的呀？齐秦。先欢迎我蓝河汽修啊。那男的唱的吗？嗯，我那边又来唱这个，要不要我唱给你听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们掌声响起来，水浩哥加个雨壶，补个场。我要出镜头。为什么要出镜头？因为你在镜头，我要对着你唱。镜头当中你不好发挥，是不是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。吼出来你要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大嘴大嘴我看好啊，把人都唱来。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失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不好唱这个歌。啊，我唱的太难听了，我觉得。这不是这个歌太难唱了，这个太高了。那你要唱啥呀？我不知道吧。轻唱，我唱不来呀。我放风风啊，唱起啥呀？那个。啊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那个什么歌？我还地上的云彩嘞。这个啥呀？我们都是好孩子。唱的真好。哎，不唱了，这个唱的我都快吐了。那你就跳个舞吧。他知心爱人好听。好吧。啊。你跳个舞吧。跳个啥舞啊？嗯。这能跳个啥舞啊？看一下。都行。没有啊。啊。你看他一直唱知心爱人，知心，嗯。你手机没电。我手机没电吗？你要不要用我的那个手机播？嗯。要不用我的手机播？嗯。啊？要的吗？你手机没电了，你的手机播吧。好。那。我们在我们的手机给他们。来，等下我用新月的手机播啊，用新月的手机播。跟他们聊天。嗯。二点三的吗？嗯，对。来。嗯，好的，我连我。我开了啊。嗯，我把你移进去。我给你移进去。移进去什么意思、啊？嗯。好了吧？哦。连我吧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能进去了，你连我，关一下麦，麦啊，麦啊。来，我们来用新月的开 啊！没给新月点关注，给新月点个关注。旁边直播间啊，咱们去旁边直播间播啊，我们去旁边直播间播。Hello， 欢迎你们，欢迎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大家好。浩哥他手机没电了，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播一下，然后我们跟大家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，中秋节快乐啊！中秋节快乐。对，咱们进新月直播间，进新月直播间，中秋节快乐啊，大家。嗯，中秋节快乐，这个关了吧。我有点打嗝了。你吃多了吗？嗯。今晚上。这没有美颜的，你看着还是挺帅的，没有美颜的。嗯。啊、哦。对谢谢，咱们去旁边直播间，去旁边直播间。其实我一关，他们就过来了，谢谢很多都关注你们的。谢谢关注。嗯，哈喽哈喽，欢迎你们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打一波中秋节快乐好不好？今天真的特别的开心，能够和你们一起共度佳节
啊，真的，你们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，就觉得特别的开心，跟你们王秀全说说话、聊聊天，王秀全开心啊。什么？王秀全是谁？爸爸妈妈，一样的。谢谢关注啊！应该冷静，我关了，我关了啊。好，拜拜，快过来吧，拜拜，点了一下就可以。